好，跟委员会报告，现在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始开会。我们先请议事人员宣读协商结论。立法院朝野党团协商结论，时间105年9月26日星期一下午1时54分，地点浴场3楼会议室，决定事项一，各党团同意9月27日星期二，如因台风停止上班上课，10月3日星期一加开院会，与9月30日星期五及10月4日星期二视为一次院会。原定9月27日院会职咨询议程，顺延至10月3日星期一进行。上午邀请行政院院长、主计长、财政部部长列席报告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制经过并被咨询。下午邀请审计部审计长列席报告104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等案审核经过并被咨询。宣读完毕。好，报告委员会啊，9月26日星期一的院会通过，因为台风影响，原定9月27日星期二有关106年度总预算案继续质询及104年度总决算等案报告并被质询的时程，就顺延到10月3日进行。本次议程草案即依照协商结论处理。好，我们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9届第二会及第3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9月20日星期二中午12时14分至10分，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陈委员曼丽等17人，主席江委员启程。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9届第二会期第二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9届第二会期第3次会议议事日程。本次院会增列9月26日星期一与9月23日星期五、9月27日星期二视为一次会。议程报告事项均照议程草案编列通过。各党团提议增列部分，共计4案，全部照列。对行政院院长施政报告继续质询。行政院院长、主计长、财政部部长列席报告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审计长列席报告104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等案审核经过并被质询。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同仁对上次会议记录有无异议？如果没有异议的话，会议记录确定。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如有委员要登记发言，请到主席台前登记。于议事人员宣读完毕后，依登记顺序请委员发言，发言后再行处理。现在请宣读。立法院第9届第二会期第4次会议议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5年9月30日星期五、10月3日星期一、10月4日星期二，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9届第二会期第3次会议议事录。2至4，委员曾明忠等拟具。证券交易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烟酒税法交财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烟害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财政两委员会审查。5至6，委员徐正伟等拟具。森林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性别工作平等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7，委员郑天才等拟具。保全业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8，时代力量党团拟具。资通安全管理法草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9至11，委员李彦秀等拟具。建筑师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就业保险法、劳工保险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12，委员管碧玲等拟具。劳工保险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13，委员卢秀燕等拟具。医疗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14，委员古拉斯尤达卡等拟具。监察院各委员会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5，委员尤美女等拟具。住宅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16至17，委员江永昌等拟具。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8，委员蔡宜瑜等拟具。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9，委员段宜康等拟具。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20，委员洪宗义等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21，委员杨振武等拟具。烟害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22，委员苏振清等拟具。商标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23至24，委员徐玉仁等拟具。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二案均交经济委员会审查。25至27，委员李坤哲等拟具。民用航空法、政府采购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
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28委员吴玉琴等拟具口腔健康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29-71国家安全局、司法院、劳动部、国家发展委员会、蒙藏委员会、行政院、大陆委员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法务部、国立故宫博物院、中央银行、台湾省政府、原住民主委员会、外交部总统府、台湾省咨议会、交通部、教育部、经济部、内政部、行政院主计总处、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公平交易委员会、文化部、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中央选举委员会、福建省政府、行政院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72劳动部函送预算决议事项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73-74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司法院函送预算刊物表交相关委员会，并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处理。75财政等8委员会函为103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案已逾审议期限，视同审议通过请查照案。76-95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函为行政命令逾审查期限，提报院会请查照案。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一、委员赖瑞龙拟撤回前提之《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9条条文修正草案，拟同意撤回；二、委员姚文智等拟具《住宅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三、委员王荣章等拟具《纳税者权利保护法》草案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四、委员李立芬等拟具《住宅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五、委员屈国勇等拟具《商标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6-9委员江乃馨等拟具《运动产业发展条例》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所得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补习及进修教育法、私立学校法均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10-12委员林德甫等拟具《劳工退休金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劳资争议处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幼儿教育及照顾法交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13委员吴志扬等拟具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增列14-15时代力量党团拟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财政两委员会审查，证券交易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亲民党党团提议增列16亲民党党团拟具保险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咨询事项：9月30日、10月4日对行政院院长施政报告继续咨询；10月3日上午对行政院院长、主计长、财政部部长列席报告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制经过继续咨询；10月3日下午审计长列席报告104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等案审核经过并被咨询。宣读完毕。好，我们发言登记截止哦，现在有一位委员发言登记发言，我们请蔡委员陪会发言，时间2分钟。谢谢主席。我有一个提案，就是针对第二会期第四次会议的议事日程，鉴于总统已知情本院行使大法官人事同意权，而且大法官的任期将于10月31日届满，为国家整体宪政制度正常运作，大法官人事同意权之行使应尽快处理，原建请将第四次会议议程草案送院会处理。好，提案。好，谢谢。那现在我们报告事项已经发言完毕了，现在进行处理。请问对蔡培慧委员的提议有无异议？有。好，如果有异议，我们就表决啊。那赞成蔡培慧委员，请。他的提案，那他提案完之后，应该要让我们讲一下话。赞成的。对，我们一向都是登记发言呐、啊，以前也是，都是一样。我们一个提案、啊、对，也一样嘛。我们以前也都是提案变更，这个顺序也是提案啊，所以我们就照这个议事的规则来处理，好不好？好，那个主席留一点记录啊，2分钟而已。好，那哪一位要代表发言？一位就好了，好不好？哪一位代表发言？来，我们请江委员。
啊，谢谢主席啊。让针对刚才要征列这一个议案的提案哈、啊，国民党团在这边要郑重的表达，我们对于大法官的审查啊是没有意见啊，但是对于目前有违宪疑虑的院长的部分啊，我们表示我们有意见啊。所以对于要来通过说把这个议程列进我们接下来的院会来讨论或者是表决啊，这个整个审查的时程等等的，我们希望可以脱钩处理啊。这个部分我们在朝野协商的时候，本党团的总召也好，也都有表达过啊。那当然很遗憾，对这一点没有共识。可是呢，现在既然执政党有提出来，我们在这边还是要再一次表达，我们希望大法官的审查跟司法院院长的审查，因为基于目前司法院院长的提名人各界对他有所争议啊，包括违宪的疑虑等等，所以我们希望应该脱钩处理。所以即便要讨论他的审查时程，我们也希望这个时程是可以脱钩的。我们赞成先审查大法官的部分啊，那院长的部分呢，应该先暂缓。谢谢。好，谢谢。那我们请现在清点人数。好，现在在场十五位。好，赞成的请举手。赞成蔡培慧委员的提案，请举手。十。好，赞成的10位，反对的请举手。好，反对的4位。那蔡培慧委员的提案赞成多数啊，就通过。好，我们这一次就把这个议程草案，这议程草案就这个送院会哈。好，我们现在请宣读人民请愿议程草案啊。对啊，草案送院会啊。对。好，我们现在请宣读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一，依请愿法第4条之规定，系属应提起诉讼者共3案。二，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5条第二项规定，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付者共33案。宣读完毕。好，请问对于人民请愿案有无异议？没有异议，通过。请问有无临时动议？好，没有临时动议，散会，谢谢各位。